月宣布成功怀上第三胎，经常在社群网站上分享日常的她，31日贴出了一张躺在床上的自拍照，没想到超崩坏的脸让不少网友都吓歪。只见照片中的她眼睛变小，眼距拉开之外，配上大莲雾鼻和香肠嘴，嘴上还长出了一颗带毛的痣。她抛出照片后，更在内文写下没有好多种类。照片一度吓坏粉丝，不过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其实是加了变脸滤镜。与原先相貌相差甚远的照片吸引了不少网友围观讨论，纷纷留言：“这是谁吓到我了？你的包袱呢？脱粉了，脱粉了！”非凡娱乐这里报。